包装作为国内金属包装的龙头企业，一直希望通过一套成熟的信息化工具来管理工厂，从而提升工厂的设备运行可靠性和安全性。在前期的调研考察中，我们发现喜科的管理理念与我们的需求是高度契合的。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， EMS 设备维护管理系统正式在宝益上线。在14一年来，喜科团队与我们积极交流共同努力下，顺利完成了数据的收集的繁琐工作，为日后系统的顺利使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从2018年至今，宝益智冠通过 EMS 系统的点评检成功排查了一系列的隐患，保障了设备的可用性。预防性维护方面，喜科也为我们提供了每月初排定的功能，并梳理了其核心的 SOP。 这一电子化的预防性维护规程也成为了集团当中的标杆。如今 EMS 和 bluebee 已经成为保障包装维护管理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我们相信随着工厂站点的推广，喜科的解决方案将为降本增效、扩大生产提供更大的助力。